的助缘，就能够让种子能够发芽茁壮。同样的道理，自他的心中都有着成佛的种子，都有着菩提心，但是我们却必须要借着思维到众生的痛苦，借着前行当中种种的作为，而让自己的菩提心能够茁壮。这就像是翻土然后播种的道理是相同的。借着这样的翻土播种之后，那么再经过上师所给予的口诀来加以修持，就如同生出苗芽的种子一样，最后才得以茁壮。所以呢，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听闻感受了悟。那如果没有经过这样的过程的话，其实修持的道路会是极端的遥远。也因此，最基础的皈依戒，这是非常的珍贵，也是非常良善的。那个到过去了第八十第八十年打了第八六百第八一七的第八十秒的敌人的做到当我一七的第八的第一年生他打了第八他六百第八年还立过来一七第八干了的哦就别说他们我说的哦就别给这三百人说的他说说的第一天我那句什么错啊？这里你去那边待着，那边嘞，什么做的？这边他比较少用钢要嘛嘞的，这在大同嘞，用这里去的，好像等上我这说话没吧？细节的等于大说说的，让个东西让说，对，现在弄出来一把哈鼓，用这里细节对吧？这，这个大大的，哪个看的错的？他就提出我，用这个就算不让说，这这个地方他没平说。这里样的，若让我看的这个双大街当的，东西也双当呀，这也是双当，甚至东西看的多，别他咱们那个东西拿不着，这也有过了双当，这里甚至若都甚至差嘛，没几年，牛毛把就把的都，这里说是牛毛嘛，这里还好说，这个。对于三宝。必须要保持着三种信心，这里所指的是澄澈的信心、向往的信心跟深信的信心这三种。那么深信的信心必须要先具备了之后，才能够有着向往跟澄澈的信心来升起。那么深信指的是对于因果的概念能够确实的理解，这是真实的。那么理解到因果即是思维的本体，那么借此呢，我们也能够升起一点点的般若慧。那么能够深信因果的话，我们就能够知道，其实所有的苦痛都是由自我造作而起的，但是众生却因为迷乱而无从理解。那么就像是吉殿松哥一再强调的因果刹那思维本体，这就是告诉我们众生的苦痛我们必须去思维，而思维的时候，那么思维其苦痛之因，即使是一只虫蚁，我们也要理解到虫蚁的烦恼跟众生还有我的烦恼是同为一体，没有任何的差异，这是我们必须要去思维的。这里在那里跟你说话，大家在前面跟你们一样从那种在这里，上几个电话里跟你们在一种，这刚在前面的呢，就是就上街上街上，上街几百里，各跟你送上去，从上街跟你热热吧，那就是就上街唱个月嘞，再到上街块里，甚至他们街上都我上个月嘞。这些好像老寂寞的，这些搞笑的，见到完了再给他写写，说搞完生活是没有，我就偷点钱去。今天能够有众多的出家人共聚一堂，这是非常珍贵的。在佛经里面说呢，四个出家人就是称为僧伽，那这样的僧伽能够共聚一堂，这是非常的难得且珍贵的。
那么我们也说，三世诸佛也曾经以其实其圣身其身就是为僧伽，其语就是为正法，而其意就是我们的心，也就是所谓的佛陀。因此在今天能够跟所有的僧伽还有仁波切这样的共聚一堂，我本人觉得非常的欢喜。三座僧伽仁波切摩诃婆那伽耶耶耶婆那摩诃婆那供人功德百万有，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狗狗好可爱哦，但是没有主人的狗狗希望有人爱。你可以选择狗狗的品种，但是不用选择的是它们的忠心。它们缺的是一个机会。在外面流浪的狗狗们也渴望您的关怀，需要您的帮助。台湾救狗协会邀您一起护持、救护、养护流浪狗。话拨账号5001-6766，5001-6766，户名台湾救狗协会。重视人生，成就生命。生命电视与您一同拥抱生命，迎向未来。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弘法讲座。观自在菩萨心生般若波罗蜜多时，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
心事，无言而闭舍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各位阿弥陀佛，初一到十五，那特别这十五天叫佛陀神变月，每天都有一万兆倍的功德。那什么叫功德呢？它不为自己，只为众生，才叫功德。当然，有了功德，必定有福德，但是有福德不见得有功德啊。就像一个人家里很有钱，但是他不想要去利益众生，那他是在享受福报。所以我们希望大家都做功德，特别现在各位看新闻媒体都知道，世界各地有这种各种各种的环保的问题、气候变化的问题、政治的问题、传染病的问题，乃至这个世界看得到的是人，现在有更多的媒体在揭露那些动物被虐待的问题，被强迫拔毛的兔子、羊、鹅，甚至种种被杀害的生命。那现在整个世界在流行 vegan， 希望大家保护动物，吃素，不要穿牛皮、动物皮毛的衣服。我想这是一种人之本性。过去我们不知道我们所吃的肉被杀的过程的痛苦，因为那时候我们觉得肉很好吃，有一天我们亲自去看到了，对啊，咱过去点了带人去肉品市场看因安怎抬骨抬低，就是那一天我们带着几位后面正在为我们修法的阿妮到花莲肉品市场，他们当下震撼啊，因为在不单是看不到动物被杀的，也听不见动物的叫声的。所以我们今天这么大的场面来办供佛斋天大法会，绝对不是为了我们在场这些人的福报啊，少生病啊，健康啊，发财啊，那这样你就不用把